创营养师在讲说均衡饮食，但是从均衡饮食里面我们会挑出特别可以抗癌的，会建议就是抗癌三宝。第一个就是青葱，它里面有所谓的硒，是一个很特别的矿物质，它对我们降低一些胃癌是有帮助的，另外还可以提升免疫力。那生的葱可能我们怕这些细菌污染，就是要熟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姜，那姜本身它有姜辣素啊、姜醇啊，我们发现说越辣的姜它的这个抗癌效果越好，它除了抗癌还有抗发炎，再来就是抗酸痛。比如说你今天运动完之后酸痛，我可以用姜料理。然后第三个就是大蒜，那大蒜其实是抗癌之王，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腊肉香肠，你说便当里面会有嘛，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抑制亚硝胺的形成。大蒜呢最好最营养的其实是生吃，所以我觉得抗癌三宝我们其实随手可得，只是大家都把它当成是配料。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像抗癌的蔬菜来吃。我们在讲说你的 NG 的第一个就是高油脂烧烤类的，前阵子很流行韩式烧烤嘛，像这种高油脂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包生菜，第二个里面你要加大蒜，新香料要多加一点，等于是说你在吃这种高油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些解药的概念。那第二个NG 的就是红肉的加工品，就是对，然后火腿啊、热狗、培根啊，这些到处你都会吃到一点，就是亚硝胺的致癌风险。维生素 C 它可以阻断形成亚硝胺这件事情，所以呢，维生素 C 高的水果，比如芭乐、碰柑、柳丁、草莓、小番茄、百香果、奇异果，这些都是抗癌很好的食材。第三个就是发霉的食物，比如说你去小吃店那个酱油瓶口白白的一圈，有没有？或者是说你家冰箱打开来那个酱瓜锁的那种地方就一圈。那有些婆婆妈妈比较节省，没关系，我拿个卫生纸给她擦一擦就好了。如果你真的长期吃这种发霉的食物，对肝脏致肝癌的风险会拉高。欢迎收看健康店迷，在每周五的这个11点准时上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王牌的美女营养师刘依霖依老师。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成慢性病的，那就是癌症。大家可以看到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癌症，现在癌症更是年轻化了。对，我蛮多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也有胃癌的，然后大肠癌的也有啦。现在就是提醒大家嘛，不管是大肠癌也好，或者是今年刚身为新国病的肺癌、肺腺癌，都是要先去健检，早期筛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营养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免，或者是说哪些是 NG 的食物，我们可不可以请医疗师来专业分析一下？我们常营养师在讲说均衡饮食，但是从均衡饮食里面我们会挑出特别可以抗癌的。我这边其实在建议的时候会建议就是抗癌三宝。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青葱，然后再来就是姜，然后再来就是大蒜。因为我们国人很喜欢把这三大类的东西当成配菜，就是爆香之类的。你提到爆香，那爆香第一个它高温高油其实就没有抗癌了，而且还会引起肺腺癌，就是你爆香一次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对，因为爆香你那个油烟出来会有多环芳香的这些化合物，那确实会造成肺部的伤害。但我们在做这些新香料的时候，第一个青葱的部分，它里面有所谓的这个硒的含量，是它这个硒是一个很特别的矿物质，它对我们降低一些胃癌是有帮助的，另外还可以提升免疫力。但青葱呢，它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吃葱，第一个比如说火锅，它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切好在那边的。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吃面的时候老板最后把撒一把，对，撒一把，所以那个是生的葱。那生的葱可能我们怕会有这些细菌污染，我建议如果你吃这些葱的话，比如说你吃火锅，有的人会装一碗嘛，就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锅底烫一下，烫个20秒-30秒，让它稍微熟一点，好，那这也是个方法。第二个你去面摊吃的时候，你跟老板讲葱不要后面撒，就是说你要熟的葱你先帮我放进去这样子，因为生葱还是有细菌的这些风险，所以吃葱你要注意啊。当然你在家里面的话就比较好处理了嘛，你就是要熟的这样子。像以前我们在烤中餐烹调的时候，里面有一道题目就是说你的葱就是不能最后才撒，这样就不合格哦，你就烤不上了。以前啊严格啊，但现在大家就会知道说不能够葱就生的这样子。那第二个我们刚刚提到姜的部分，那姜本身它有所谓的姜辣素啊、姜醇啊，因为姜其实有分老姜跟嫩姜，早期我们发现说越辣的姜，当然老姜的部分它的这个抗癌效果越好。那姜呢本身它除了抗癌还有抗发炎，再来就是说抗酸痛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运动完之后酸痛的部分，你也可以多吃一点姜的料理，就是一些肌肉发炎
身体发炎的时候，对对对对对，也可以用姜料理。然后第三个就是大蒜的部分，那大蒜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我们在讲说抗癌之王哦，就是说我们如果很喜欢吃一些红肉加工品的话，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抑制亚硝胺的形成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腊肉、香肠，有时候便当里面会有嘛，早上三明治里面会有火腿，然后你去便利商店，它也配好那个火腿给你了，所以你也没办法，你就会吃它。那这时候你可能在这一天的饮食里面，你可以多吃一点这个大蒜。那另外大蒜呢，当然最好最营养的其实是生吃，就是它的营养素是最高的。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胃没有不好的，你可以生吃大蒜。对，我生吃大蒜胃超会痛。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胃不好的，那怎么办？就是像国外有很流行所谓的烤大蒜，那你也可以整颗，这样子圆圆的嘛。对对对，整颗，然后你可以放进你家的烤箱烤，这个也是属于抗癌的法宝。那如果你在做菜的时候呢，我教大家第一个，你要先把这个大蒜切好。那切好之后呢，会跟空气中的酵素做一个交换作用，会让里面的蒜素的含量提高。所以大蒜先切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又想让这个里面的这个蒜素的含量更高，你可以做那个橄榄油大蒜。哦，对对，有点那个欧式的做法。对对对，就是橄榄油，然后把大蒜切一切，腌在这个橄榄油里面，那你可以泡在里面。那如果你属于美食老饕级的，你也可以加点迷迭香啊，加一点这个香草，做成地中海式的这个酱料，这个抗癌成分啊什么之类的，对，这个非常的高。你可以放在冷藏啊，你要做菜的时候，或是你要当成拌酱，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沙拉也不错的。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比那个一般的酱料的沙拉。对，所以可以加强这个抗癌作用，抗氧化，然后它的植化素的含量也会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个抗癌三宝我们其实随手可得，只是大家都把它当成是配 配料。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像抗癌的蔬菜来吃。所以像我很爱吃那个牛排，所以他们牛排旁边都会有那个大蒜来配，那就可以多吃一点，对不对？其实如果它是新鲜的大蒜的话也很好，那如果是变成脆的大蒜可能效果就没这么好。脆的吧，没有那么好。对对，毕竟它高温烤过了嘛，所以相对它的这个价值营养素就会比较降低。 OK， 那其实哪一些 NG 的饮食啊会引起大肠癌、乳癌跟肝癌甚至胃癌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人很喜欢吃比较像是烧烤类的，然后或者是高油脂的食物，像前阵子很流行韩式烧烤嘛，必烤什么？五花肉。对，比如说像这种高油脂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包生菜，第二个里面你要加大蒜，新香料部分要多加一点，等于是说你在吃这种高油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要做一些解药的概念。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台湾人跟韩国人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莴苣嘛，对，他们包的可能有两三种的叶子，然后加五花肉，加蒜头，再加一点点他们的辣椒酱，然后包起来这样吃。对，所以他们韩国人吃好像是会解腻的感觉。对，其实高油脂的也会造成致癌嘛，所以我们刚刚讲解药就是那些蔬菜跟新香料部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像什么蒜泥白肉啊这一种的，就没有蔬菜，所以你自己可能要加一点所谓高纤的蔬菜，好像黑色大朵的这种香菇，它就纤维很高。然后另外还有秋葵，然后青江菜啦，或绿色花椰菜、地瓜叶，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说你的 NG 的第一个就是高油脂烧烤类的。如果真的很喜欢吃烧烤的话，像日式烧烤，日式烧烤其实很好吃，可是呢它就是在那个木炭上面烤，那个烟其实就是致癌的多环芳香化合物的这个部分。所以反而韩式烧烤它不是用木炭铜板烤肉这一种的，那它相对来讲它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致癌物的烟。所以韩式跟日式吃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韩式的这个致癌风险会比较低啊。日式的话那个油滴下去之后，那个木炭烧出来的烟，而且如果又没有一直换往上面的，那个也是致癌。对，所以变成是说你如果吃所谓的日式烧烤的话，你可能新香料真的要再多更多一点。像有一些日式烧烤它会准备一些那个解腻的高丽菜，有没有？它不是会放在那边吗？那高丽菜其实要吃哦，不要把它放在那边，因为我知道台湾人很不喜欢在吃热的时候又吃冷的这种生菜。那高丽菜它是属于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它在抗这个乳癌的部分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它也会有一些牛蒡类的东西，
像牛蒡的这些凉拌菜，那我觉得你可以点。那第二个 NG 的就是红肉的加工品，香肠、就是、对，还好我没有很爱吃。夜市台湾人真的很爱吃香肠，夜市很多啊，啊你便当里面也有，然后火腿啊、热狗、培根啊、这些到处你都会吃到一点。那我刚刚一直提到就是亚硝胺的这个致癌风险，那我们网络上之前曾经有流传过，你吃一颗芭乐可以解15条到18条的香肠的亚硝胺的这个、哦、真的吗？那多吃一点芭乐。然后后来是台湾的农事所，他们就有出来讲澄清说，哎，其实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做体外实验，没有换算成体内实验，但是他们还是鼓励，就是说维生素 C 确实我们在营养学上面来讲，它可以阻断形成亚硝胺这件事情。所以呢，维生素 C 高的水果包含芭乐，所以他们就用芭乐来做。在实验里面，它其实有做很多维生素 C 高的水果，也都蛮有帮助的，比如说像芭乐、柑橘类、碰柑、柳丁啊，像草莓、小番茄，然后还有一个吃起来不酸的木瓜，因为大家觉得维生素 C 好像要酸的、对不对、对，然后夏天的百香果啦、奇异果，这些都是很好的抗这种红肉加工品的这些抗癌很好的食材。其实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加亚硝酸盐，可以不要加，不是大家就在讲说这个不好会致癌嘛、亚硝酸盐其实它是亦正亦邪的东西，真的，它对我们的食物的保存，尤其现在这种红肉加工品，它如果没有亚硝酸盐，它会产生肉毒杆菌，那肉毒杆菌其实严重的话会致死、对对，所以为什么要加这个亚硝酸盐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抑菌，第二个就是保色发色，就让颜色看起来比较漂亮、其实我们国内有定一套食品安全的这个量，比如说哦，你多少克的香肠你可能要加多少量的亚硝酸盐，所以我建议就是买包装的食品，就是有厂牌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被规范，那如果自己折自己做的，他们自己添加，他们可能就不会去知道要加多少的量，有可能会添加过度。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是发霉的食物，发霉的食物有分为就是看得见的发霉跟看不见的发霉，看得见的比如说你去小吃店，你看到那个酱油瓶口那边都白白的一圈，有没有，或者是说你家冰箱打开来那个酱瓜，或是有些人他可能那个罐头就是锁的那种地方就一圈、那有些婆婆妈妈比较节省，就觉得哎没关系，我就拿个卫生纸给他擦一擦就好了，可是没多久你就发现他又冒出那个霉。其实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真的长期吃这种发霉的食物，对肝脏是有致癌致肝癌的风险会拉高、这个叫看得见的。那有一种霉菌，每次只要讲到肝癌的防治，我们都会提到的所谓的黄曲毒素。那黄曲毒素就会讲到花生，那花生就很冤枉嘛，花生在海边。对啊，因为其实花生本身啊，其实是很好的坚果，它可以在我们体内转化成 Omega 3抗发炎，然后花生的那个膜其实要吃进去，就是它的那个植化素含量非常高。我听说皮好像也很有用，是不是？对啊，就是那一层膜红红的，它对护心促进血液循环非常好，但常常会被讲说哎，那个花生吃太多会有黄曲毒素，所以你在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要有一些技巧、第一个就是说你尽量选择真空包装的花生，第二个尽量选择有带壳的，第三个买回来之后，有时候可能家里人口比较多，你买大包，你可能就是用那个夹链袋，比如说10克一包10克一包，放在我们的保鲜盒里面，放到冷藏，因为黄曲菌它如果在12度C 以下就比较不容易产生所谓的毒素，所以就比较不容易形成黄曲毒素，但是如果你放太久它还是会产生黄曲的霉菌啦、所以对，所以新鲜的吃啦，对，冷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啦。那我知道台湾很会潮湿下雨，很多那个老人家他会泡茶吃花生，那花生呢他就放在那个铁罐里面，你去朋友家拜访的时候他就铁罐拿出来就花生给你吃、其实铁罐它不能够 防这个黄曲毒素、那所以这个还是要放到我们的冷藏的部分，不只是花生啊，像有一些豆类制品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谷类制品，好，那还有一些是中药材，有的人他可能要炖东西啊，或是他要养生，这些其实都会有因为环境潮湿这些产生黄曲毒素，尽量还是把它保存在12度C 以下、那重点是也不要买太多啦、对，不然就是会变得到时候发霉了你也要丢掉，很浪费，很浪费。那其实好像这边有一些小撇步就是降低食品内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这个以示毒物权威林杰良医师提供的方法。对，我先讲刚刚提到就是它还是必须得加嘛，好，那你回来之后怎么处理，三个方式，第一个你就先水煮，第二个就是用电锅蒸，我个人是选择电锅蒸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微波也可以、就是说让这个亚硝酸盐降低，这是一个方法。林杰良医师因为他生前我们也是好朋友，我跟他的太太谭老师也都很好朋友、他有分享一个就是说吃这些加工肉品亚硝酸盐高，你也可以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高的食材，
好，就是刚提到这些东西，或者是维生素 E， 好像这种都是抗癌的，所以他就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量要少，维生素 C、维生素 E， 然后我们体内的肠道的好菌也可以增加，因为像这些东西真的在肠道附着久了之后，也会造成肠道黏膜破损，造成大肠癌。维生素 E 其实就像我们的洛梨，另外像刚提到橄榄油，还有坚果类的东西，像开心果或者是杏仁果，这个维生素 E 都特别高，其实平常可以做一个抗癌的这个很好食材。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欢吃这些加工食品的话，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这些原型水果或者是一些食品可以多吃一点点。当然啊，我们这边也有看到，就是说不管是大肠癌也好，肺癌、乳癌、胃癌也好，很多都跟吃是有关系的不过营养师伊利他是有建议，一天大概每个人要选三种不同颜色的水果，分量女生大概是一天两碗，男生是三碗哦。而且竟然水梨听说可以填死癌细胞，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那是网络上的一个说法啦。水梨它有三大营养价值，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B 群含量高之外，它的矿物质里面钾含量高。那钾含量高的话，对一些比较喜欢吃重咸、高血压的，它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这个钠的代谢。而且你看水梨又冬天特别大，特别好吃，像这预防心血管疾病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 GI 值是比较低的，虽然它甜，可是因为它的 GI 值低 ，GI 值低的话就比较不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减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来源。是哦，对，它甜，但是还可以减重。对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是落在就是中高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蠕动，里面它也有果胶，其实对我们在肠道蠕动里面预防像胃癌啊或是肠癌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买了一个水梨，如果你确定就洗得干净的话，我们也建议就是连皮也可以一起吃，在皮也是 OK 的，在皮外面它有一些多酚类的东西，所以像市场卖的梨子它有分那种又来啊，就是那种皮可以吃的，然后有的是粗梨子。好，那如果你是买到那种比较皮比较嫩的那种又来啊，你去试连皮一起吃，那个是很好的。但记得就是说，那个韩国不是流行那个梨汁吗？水梨汁，会把它打成那个水梨，对不对？好，水梨汁。那记得就是说，籽的部分要把它挖掉，好，因为籽其实如果你天天对有一点微量的青酸呐、啊，那所谓有毒也不会说真的。口吐白沫，青酸吃太多会造成腹泻、恶心啊、拉肚子这些啦。但是毕竟你天天吃也不好嘛，就是说你在削的时候还是把那个籽挖掉，好像苹果籽也是啊，好，就是那个都是一点点微量的青酸，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把它拿掉。好，就是说梨子的甜能填死癌细胞，是因为它抗癌的多酚非常多，又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相当适合老年人食用，有助于净化器官、软化血管，而且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膳食纤维非常高的，然后有帮助排便。对，但是有五种人要少吃，对不对？网络上有这样讲啊，第一个就是说夜尿多的，但是因为本身水梨它是属于高水分的水果，是你看它吃水梨不是很多汁吗？对不对？那怕有一些老人家就是说可能晚上吃太多水梨，水分太多会想要上厕所，对，那就控制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些早期的水梨它的那个酸度比较高，那对一些胃酸比较多的人可能会不舒服，可是现在只要控制在我刚刚提到的一天大概两碗的水果其实都还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寒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咳嗽感冒，那确实有些体质的人吃了这个水梨之后它会更容易咳，那解方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会把这个水梨加热，就是会炖嘛，喉咙不舒服。对对对，你可能把它加热之后就会加冰糖或者加那个枇杷膏加在里面，还蛮好吃的。就是有的它会加一些中药材啦，现在有一些中药诊所它有配好的配方，你可以跟这个水梨一起炖这样子那是中医的我们西医是没有寒性跟热性的水果啦，只是控制这个量。然后最后还有提醒说，产妇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小心，比较冷啊，它是因为它好吃，那有些产妇她在怀孕过程里面他要抽血做这个血糖测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太好吃吃过多了。不然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水梨它的 GI 值也没有太高，然后它也是属于我们在减重很好的水果，所以我觉得是适量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水梨它是可以对抗哪几个癌症？其实水梨的话，因为它是多酚类的，那酚类的东西其实对乳癌、对肝癌还有对大肠癌的部分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癌症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他会说慢性病，因为它是
一个长期累积，比如说你细胞先发生的发身体发炎、嗯、然后我们的细胞就产生病变，病变之后有的我们会修复嘛，那你修复好了那就没事，可是后面你又开始一直周而复始让你的细胞病变受伤然后又修复，其实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细胞就变成是说容易产生所谓的癌变，那癌变就会产生癌症，那就变成各种器官的癌症。所以在癌症的预防里面一直很强调一句，就是吃所谓的蔬果579的概念，那579就是说它的量会比较多，然后再就彩虹，你自己去想哦，是不是就常常吃到的蔬菜就是地瓜叶高丽菜，对，有没有大陆妹，然后永远都吃这三种，你就说哎，奇怪我怎么都吃这一种，那就没有符合彩虹蔬果。有些人会说哦，有啊我都有认真在吃蔬菜，可是你可以偶尔吃一点别的颜色啊，对不对？红椒黄椒这种，对对，或者是说刚提到的洋葱香菇新香料啊，那这些都是蔬菜、嗯、所以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哎，其实我蔬菜的种类吃得很局限。然后再来就是水果，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每天都去买一条香蕉来吃，觉得好像有吃到了，事实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水果可以做选择。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女生两碗指的是综合的水果，尤其是因为提到特别做一些研究抗癌的水果，比如说像蓝莓类的、嗯、好，那蓝莓的话花青素嘛，对，花青素的成分含量就非常高，它对黏膜的修复很好，所以像胃癌啦大肠癌啦这种黏膜上面的修复其实它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说像我们在提到的女生的乳癌，我们就讲十字花科的，像萝卜类的啦，或者是像过年那种像芥菜啊花椰菜类的，好，大小萝卜这种其实都是对乳癌是有帮助的、嗯、其实均衡饮食下我们特别挑几个所谓的超级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本质啊，就是营养要均衡这件事情。了解了解，今天就是获益良多，就是希望大家不管你是在抗癌的过程，或者是说你的朋友有癌症的话，这一集一定要看，因为癌症现在真的是慢性病了，对，就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我们常常都会讲均衡饮食均衡饮食，但真的要怎么吃呢？真的易老师刚刚讲到葱啊姜啊蒜啊这些小配料竟然就是抗癌三宝。那今天谢谢这个易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抗癌，然后怎么避免吃到 NG 的食物。我们跟这个观众朋友说拜拜。拜拜拜，谢谢。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